渔船在码头找寻最佳位置，避免船只在台风期间受损。台风很大啦，一定会影响到台湾啦，所以都船全部回来避风啊。啊，大家都先生，你别吼，船啊都爱把好好安尼，拢准备同款安尼吼，副机拢爱开好行，哦，啊，惊讲风若到位吼，做一个准备安尼啦。 基隆尚未进入二级开设，海巡人员柔性劝导游泳戏水的民众提高警觉。海巡署广播，因应探速台风即将来袭，请各位游客避免进入危险区域游戏。他现在就是要算那个潮差。不止渔船入港，礁溪翁的船艇也必须观测台风路径，潮汐涨退，固定在安全位置。我是评估最大的阵风的话，目前都是吹西风，拉两条锚，主要是因为不要让 船一直是往岸边压进来，那所以我们把船拉离开码头。灿树台风夹带强风豪雨，不仅沿岸居民严加戒备，邻里间也都被妥沙包，做好万全准备，预防灾害发生。大新闻何以华、李建宽，基隆报道。